来说有求必应吧。刚才不买票。我们两个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两个超紧张，因为他一直在后台这样，他走来走去，他一直在。啊，又忘了米秋。哎，汉语，我那句是什么？但 S E good。就是比较熟的，就是 New Jeans 的。算了，这首歌太难唱了，你怎么会看？太难唱了。没有，就是想 cover， 我没讲。帅，很帅，对不对？很帅，哎，很帅。对，没有，今天就也是走一个欧巴风。黑白大厨嘛，那有人说我怎么长得像那什么拿破仑黑手党，还把洋葱的照片跟拿破仑黑手党跟我贴在一起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有厨艺相像。好的，那现在也进到尾声了，然后你们可以继续站着。我相信你们应该不会想要坐着，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比较适合站着听。会是什么歌呢？最后一首歌会是什么呢？有没有 uncle 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反正这首歌你就好好的享受。你们有需要 uncle， 你还是自己跟我讲。你可以不用，我没差。都没有终止啊，什么节日很多什么。但反正，接下来这首歌，你们绝对会唱，而且也是世界名曲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我们这边还没有。